干你那么那等烫烫你每根菜菜来。对。你那么辣，你爸妈妈，你爸妈妈，对你那。这个梅干菜晒了有几天了，已经很干了。老妈说今天晚上想尝一下，我拿点去炒。那，梅干菜我们用那个热水泡一下，其实温水泡也可以，只是有点慢。再切点肉末。糖没去酱，现在呢开始煮一下吧，把这个盖子盖起来。这个煮差不多了啊，可以放点瘦肉进去了，放一点点盐，也不要太咸。现在放这个瘦肉进去吧，瘦肉后面放要嫩一点。煮差不多可以打起来了。再撒一点葱花进去，哈哈，还可以。要是拿排骨煮的话，还要好吃一点。那梅干菜吧，哦，啊，去哪吧？这个管那个，嗯，你来管。